今天要介绍的这部《一击绝顶除灵》，原作者轻小说家赤城大空，他的成名作《下流梗不存在的灰暗世界》，作画是那个一和弟弟吵架就会去画 NTR 的纯爱女画家游木恩，不用想就知道够牙白，必杀死了。绝顶除灵那是不问生死强制让对方高潮，像是附带一样让恶灵怪异升天的不正经猥亵能力。这是恶灵与怪异于各地出没，存在退魔师这一职业的世界。在未来可期的少年少女中，有才能的人会在退魔学员积累修行，身中寄宿住名为绝顶除灵之被诅咒的能力的少年古屋晴久，在这所学员中也算是吊车尾。要问未食魔的话，如果使用了这个能力，就会在各种意义上社会性死亡。然而晴久邂逅了和拥有类似的诅咒之眼演的少女宗谷美笑，和这能轻易揭穿人的秘密的恐怖的桐树好手，就这样半强制性的退魔师史上最卑劣差劲的，然而不知不觉就被称之为最犟的退魔师们的传说掀开了帷幕。第一个正经的工作室与怪异乳婢女大打出手。今晚街上也回荡住娇声，这些都无可辩驳的是升天的证明，脱线退魔师们使用下流的能力大显身手。宫口拯救世界，有点 H 的退魔战斗剧。祥君什么呀，你们已经开始交往了吗？哎，才没有交往哦，李莎就像我的妹妹一样而已。你们明明这模式和交往的，快点给我交往啊，是吧？文，是啊。你们这群人是现充没错的吧？哎，现充都给噎死文，那这个难不成是恶灵？太可怕了，一点都不正常啊。呀，不会放过你啊。所以我都说了，不要光带驱虫剂，还要准备好符纸啊，因为太贵了呀。也莫想到真的会出现那个，这个时候应该打110，不对，是119吗？白痴，这种时候应该打教会直通的什么号码来着，事到如今才想到报警，怎么可能来得及啊。哇，现充给噎死啊，真危险啊。正好赶到了，如果不是零级格二的话，早就出现死者了。悟丸，这样就能看见脸了吧？哼，交给我吧。悟，你们是退魔师吗？得救了吗？我们宗谷。好了，挖呀。什么啊，什么都看不见了。就是现在有古屋君，用绝顶除灵也没有问题。笨蛋，声音太大了。宗谷，是高潮过段死的吗？可恶。真是够了，绝顶除灵是什么鬼啊？哈哈哈哈。嘿，文，到底发生了什么啊？说起来这就是除灵吗？真的是个不正经的能力呢。先生，古屋先生，古屋晴久先生，请问您有听到吗？拜托了，请您听听我的请求吧。请求吗？若是我能力所及的话，真的可以吗？这次一定要和我约好哦。哎呀，那魔就重新为了展现我们真正的实力，谁都无所谓，用你的双手让他绝顶升天可以吗？开哪门子玩笑啊。啊，又做了那个梦，因为被这难缠的诅咒缠身，虽时不时的会做这个梦，但每当我醒来后总记不起内容。古屋竟敢在我的近代临灾使的课上打瞌睡，胆子可真是不小啊。这是误会啊，因为昨天有人在宿舍让术士爆发了，所以我没睡。呜哇呀呀，老师，这样子我可抄不了笔记啊。那么我们继续上课。近代日本发生最大的灵灾是2年前，影响遍及整个关东地方，通称内衣消失事件。公开出来的情报极端的稀少，来源不明的谣言也广为流传。都立退魔学员，这里是为应对频发性灵灾而创立的退魔师培育机构，聚集住从全国各地而来拥有助灵力才能的年轻人，为成为职业退魔师而日夜互争雄长，中高一贯的名校。话虽如此，不管什么名校都必定会出现吊车尾一般的家伙。没错，就比如说像我这种到分组的截止日位置还有一个礼拜。你呀，又找不到想跟你组队的人了吗？也是，中学部毕竟是连续3年成绩吊车尾，这前所未有的记录的保持者请求你呢。就算是D班的我们也要
好好掂量掂量邀请您呢，还真是嘴上不饶人啊。虽然退魔学员的学生是根据退魔术的成绩而被分为五个班级，但就算在吊车尾云集的地班中，我也是毫无疑问的吊车尾。这间学校是从高中部一年级开始，以3至4人编为一组，各自分担由外部发来的正式工作，之后依工作表现来颁发退魔师执照。但是没人愿意跟我组队的话，就没有工作，连临时执照都拿不到。这样下去，我的未来会过得穷困潦倒的。高中部一年级D班古屋晴久同学有位希望商谈的，佛祖大人正在等候，特急请到升天辅助中心4号窗口报道，看来碰到很麻烦的亡魂大人了呢，可怜的家伙。所以我不是说了吗，我说了让我上你的身吧，然后和5岁左右的男孩子来一发，对吧？只要做了的话，我应该就能够成佛了。我昨天就解释过好多次了，对吧？那毕竟是犯法的行为，请尽可能在可实现的前提下配合，人家不要了，人家就是想用男人的身体夺走小男孩的童真了。这里是学校内设置的帮助浮游灵升天的福祉设施，以让浮游灵再成为恶灵前成佛。作为补习D班的学生必须要来这里帮忙，我还想和光溜溜的男孩子湿漉漉的做啊。我还是第一次负责这魔过分的灵，到底要怎么说服他呢？为什么就是不能理解我呢？日复一日待在天真无邪的玩耍住的小男孩面前，压抑欲望有多么的困难，这下子糟糕了，还请您冷静一点，乖乖听话，给我死开，老老实实的把你的身体交给我吧。四号窗口的佛祖大人，恶灵化了，全员准备迎击，其他的佛祖大人请躲避一下。这个恶灵的灵级格式灵力检测，这是检测恶灵力量最基础的技能，虽说我用不了居然是灵级格2，靠地班的话是不行的，灵级格2那不是可能会出现伤者和死者的等级吗？大家快使用结界来防御。那个男人的身体呀，白痴，快逃啊晴久，别来妨碍我啊，把他关在这也没有意义啊，谁去把老师叫来啊。呜啊，嘿嘿嘿，身体，把身体用你的小雏菊来拿下正太的贞操。哇，古屋他要被附身了，凭借气势给我撑住啊，别给我讲些不现实的话了，既然这样的话就只能在被附身前把胶水挤进屁股里了。谁有胶水，真是的，既然是吊车尾的话，至少请你逃到别的地方去，不要成为别人的累赘，你就是因为这样才会变得连校内队伍都加不进去哟。古屋同学，风葛乃叶，风都立退魔学员高等部2年级学生，虽然还是一个学生，但却已经作为一流的退魔师活跃住了超高校级的青梅竹马。抱歉帮大忙了，在学校给我用敬语，我可是你的学姐哦，非常感谢你葛乃叶学姐。因为工作结束后回来就听到了警报，所以过来看了一下，以这种杂鱼作为对手居然还受了伤，去医务室吧，顺便去把这周的定期诊查给做了吧。哎，为什么古屋和葛乃叶大人如此亲密，好像那两个人经常见面哦，感觉到了杀气，如果怎么样都没人愿意和你组队的话，看在情面上我可以让你加入我的队伍来拎东西哦，我可受不了被带到顶级职业的战场啊，在那里不管有几条命都不够啊，但是就算发生意外也有那个的吧，这种能力不能在别人的面前使用的吧。那说的也是呢，那魔要开始诊查了哦，不管多少次都习惯不了这个诊查啊。内部的封印没有变化呢，声音在睡觉之外的时间有听到过吗？没有，而且就算在梦里我也不知道到底说了什么，是吗？那魔果然还是维持现状吧，如果有什么变化的话要马上联系我，我知道了啦。对了，虽说是分组但还是赶紧找到队友会好一点哦，因为好像没申请的一年级升没几个了，而且剩下的全是问题儿童职业退魔师的许可权，可以查询协会的情报，虽说如此不过比你还要没事妈，总之我认为你还是老老实实的来做我的奴隶更好哦。那魔再见，从拿东西变成了奴隶啊，再不尽快找到队伍成员的话会很麻烦啊。古屋晴久，你这家伙到底和那个葛乃叶风大人在密室中干了些什么啊？乌安葵D班的头号问题儿童，同时也是十分漂亮的美少女
虽说是美少女，你们该不会在里面做了什么色情的治疗吧？我都说了，只是帮我做了个很普通的治疗，居然让那个葛乃叶大小姐贴上了护符，是不是你手上抓有她的把柄啊？也告诉我吧，一脸屈辱的葛乃叶大小姐的服饰，你这家伙可没有权利独享了，去死吧。虽然是女性，但却极度喜欢女性，同时也是个气质 S 级的残念系美少女，这样下去倒不如说是我有可能会被座位奴隶给榨干啊。乌丸的小队成员已经决定好了吧，全是女性的队伍。哎，虽说是决定好了，不过我遵从了自己的欲望，去揉了他们的胸部，还捏了他们的乳头，然后就被踢出队伍了。你这家伙干了什么？但即便如此，我也不会和你组队的哦，因为我有着这样的野心，那就是我要靠我的后宫队伍成为顶级职业队伍，然后一个劲的去拯救偶像和名门大小姐，最后成为万人迷。这话是认真的啊？怎么回事？你们赶紧逃啊！宗谷美笑，让他的式神暴走了。十，不要啊！停下来啊！哇呀呀！不是的，不是的，不是加速，是让你停下来啊！啊，那是什么速度？零级格四，靠 S 班的力量把他困住，就是现在。一，不要啊！这是极限了，快逃吧！喂，快点逃吧！等一下，那个孩子看上去快要掉下来了。啊，可恶，真倒霉啊！虽说这是对我很不利的赌注，但又不能放住那女孩不管，请在我手能够住的范围吧。找到了，快乐妹孔。一，给我赶上啊！嗯哼，呀呀，哇，呜，哇，那个，你没事吧？哦，抱歉啊，我是高等部一年级 B 班的宗谷美笑。难道说是你救了我吗？打倒了那个式神。对了，我搞砸了啊！虽说是为了救女孩子，但我还是使用了这个充满了不祥气息的诅咒之力，这种被称作绝顶除灵的屎一样的能力。